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atherine， 欢迎回到频道。那我们今天来继续玩《明星志愿三甜蜜乐章》，那我们再来继续吧。哇，办公室里坐着两个帅哥，风景还不错，好吗？跟谁聊天啊？我们有跟薇娅聊过天了吗？我想问你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薇娅，我想问你，大小姐打扰了，今天薇娅有空吗？我来采访了。怎么回事？你从哪里进来的？警卫，怎么你随便进来？糟了，他今早打电话来说要采访薇娅，我竟然忘掉了。薇娅，他是来做人物专访，你就跟他去会客室吧。我不要，在这里访问就可以了。记者先生，真是抱歉，因为我的疏忽，所以让他没有什么心理准备。你有什么问题就请在这里问吧。没关系，只要大家都不介意我在这里做访问就好。薇娅，请问你和新明杀手的关系是？哇，这一题我也蛮想知道的。一开始就八卦问题，好朋友，太猥琐了。请问有人看见你和他在餐厅吃饭？我肚子饿，什么回答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你和他常常两人在公共场合出入，不行吗？和好友一起玩，一起吃饭，一起聊天，做这事情不正常吗？薇娅有点生气的表情啊。学姐，我不能跟好朋友吃饭吗？天哪，薇娅真的好可爱哦。当然可以。大小姐，抱歉，看来我要回去重整一下问题，这么下去连我都会混乱了。真难得啊，连八卦记者都会被打败。好好笑哦，他怎么这么客气啊？超不像他的，是怎样？八卦记者，你也去过电视台了吗？总之他的个性跟之前也不太一样，太过客气了吧。薇娅，真有你的，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。好笑哦。好，那来排行程吧。我们先自由活动，然后等一下，我们可以排那个了吗？我们可以排歌友会了吗？我看一下哦。16号我们的乘务可以排歌友会了吗？小型就好了，没有钱啊。20哇，等一下，人气目前最高是薇娅啊。我们薇娅人气三颗星，学长一颗星，乘务零颗星。好了，那我们弄一个歌友会好了。可以啊。8月16号星期几？星期六。好了，勉强 OK。 好，那我们先休息哦，然后我们再来，我看一下唱片宣传一天。电影，把这个电影先拍完好了。鬼镜已经没了。哦，所以等一下，我们的学长的晚先开拍了，我想让他们一起拍呀。好，要不然这样好了，下个星期就让他们一起拍哦。学长的星期先不要拍。我们学长先练一下他的口才跟自信好了，这两个还是偏低，然后歌艺有点低。歌艺我们让他唱歌吗？乐器乐理，然后体能也不够，超多要练的。好，那薇娅呢？薇娅我们让他的那个记得活动排同一天好了。所以薇娅呢，我们先让他训练呢，口才也是很低的。怎么感觉每个人口才都超低啊？好，薇娅训练口才，然后一样仪态有点低，然后练美姿美仪。好，这样。然后我们跟谁？跟随自己。好，这星期是广告公司更新咯，还有全球制片，那我们出发吧。我们先去广告公司看一下。大家听这个背景音乐，之前我记得我们玩明星志愿三群星合集的时候，背景啊，吓我一跳。我记得之前我玩群星合集的时候啊，七月到九月的背景音乐好像不是这一首吧，他音乐换了对不对？我记得那个时候音乐比较好听啊，那个时候的音乐好像是樱花盛开的那天吗？还是凋落那天？那首歌超好听的，可惜他现在好像换了。哪个物品是加公司的知名度？知名度啊，指针吗？怎么没有鱼缸啊？
是什么？是指针吗？对，太好了。骷髅魔戒指，那个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冒牌的还是正牌的？因为道具好像有冒牌货跟正的货。女性可以接，男性可以接啊，男性薇娅不能接哦，薇娅也贴差一点呢。对了，好，那我们先，我看一下哦，我们先接吗？我先接才好了，免到时候被人家抢先。我们的陈武接，然后我们的薇娅接哪个？两个差不多，这个是穿什么跳舞的舞者，这个呢也是，两个差不多啊。好，莫雅接这个好了，还这个呢给我们的学长接。莫雅是仪态差十点嘛，对，这个星期可能就可以达成了。那我们再去追梦看。这个太难了，好算了。等一下，这广告什么？我没看错。哦，看错了。魔术一下大胃王。我刚看的什么？什么 Motorola 什么东西？吓我一跳，想说这个也太 old school 了吧。好，我们去全球制片看一下哦。灰太小姐，你有什么秘密要告诉我吗？没有。克里斯啊，所以克里斯还没有退出演艺圈吗？男主角自信差一点，女主角呢？女主角差有一点多，其实可以达成的，虽然说有差，可是感觉不是那种完全没办法，不是那种完全没办法达到的条件。演技差一些，然后名气差一些，仪态差一些。男配角呢？薇娅可以接啊，所以如果我们试一下的话，搞不好机会可以承包。我们的学长自信也差一点，我们的陈武呢，演技名气仪态差超多，演技355，名气365，仪态330，什么时候到期啊？等一下，这什么角色描述啊？沈祥峰23岁，演艺圈的红星，与助理薇娅非常要好，常常在等戏时会与薇娅的片场玩到哈哈大笑。这个角色描述也太可爱了吧。好，那么走吧。那我们今天去看什么呢？我们去看一下，我们去永贞看一下好了。我记得那地方好像什么通告想接的吧，还是我记错了，我也忘了。还是被朱莉抢走了，我也忘了。男主角，哦，不是，这个差超多，接不到的。好，这个算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乌雅可以接吗？可以啊，五天二，我们接一下吧。好，我们接一下哦。因为五天其实变成说像广告一样嘛，只不过他钱更多。好，那我们还要去哪边看呢？我们去。我们要帮薇娅接，所以有什么薇娅可以看的吗？我们去搜索看一下好了。薇娅小姐，有什么秘密要告诉我吗？没有。好，男主角。哦，对了，这个是……哎，等一下，我是名气差太多。我们学长可以接男主角啊，可是我比较想让他拍电影配角。反派我们的薇娅可以接啊，我们要接吗？虽然说感觉好像其实反派是没差，好像演反派人气不会掉了，好像是。那我们要接吗？让我们的陈武跟薇娅接，学长可以接，就十天，还是我们接一下。好吧，我们接一下好了。偶像剧好像还不错，男主角郑子成，耿直的青年。好吧，还蛮适合学长的。好吧，我们接一下咯。
哇，可让我们演女主角了，男主角了呀！不愧我们一直找杜奶。好，女配角陈武杰，我们陈武是知名艺人了，太开心。男配角有莫雅洁，莫雅演的是什么反派啊？什么李永生，家境富裕的专业人士，旁人眼中的钻石王老五，所以是花心就对了。女配角呢，邵丽亚，强悍硬朗，做事严谨。好吧，这角色感觉不是那么反派嘛。所以薇娅演花花公子，然后学长演耿直的青年。我怎么觉得他们两个角色应该对调啊？学长感觉更花花公子吧，薇娅才是耿直的那一个，超好笑的。好，那走了。那我们今天去打工，因为我意外的发现，原来穿女仆装打工拿到钱超多的，真的超多的，一万块不多，可是累积满几次之后，不是有那个打工分红吗？超多，新快问乱答，综艺节目啊，对，我都忘记了，今天有综艺节目，我们一定得玩吗？可以不要玩吗？好，这主持人陈逸夫哦。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我是陈逸夫，看到我有没有很高兴？没有。来，废话不多说，赶快加入我们最受欢迎的快问乱答，即便是老手也会忘了游戏规则。好，你说一下好了。待会儿出现的问题只有圈和叉两种答案，必须在十秒内回答，而且一定要回答相反的答案。好，知道了，感觉有点混乱啊。大头照旁边有氮气瓶，有把握对的时候先使用再答题，答对了奖金加倍哦。大家就这样了，好，那我们试一下吧。我们的陈武，哇，新品沙尘跟三合贝啊，还有苏曼君，我们的闺蜜。好，来吧，开车。好吧，天才白痴是一线之隔，对吧？等一下，我要怎么按？我要什么选择？为什么不能按？哦，这里。你下午没有选到吗？有吧？麦克是追梦广告的制作人，对啊。啊，我按错了，可惜。不，要选相反的。杰克是欧洲的中立国，我不知道啊，是吗？我不是很确定，不是。月食的成因是因为地球挡住太阳光，不是吧？啊，是哦。西方国家的必大什么什么定理，嗯。好，对了，联邦政府、总统、最高法院和国会，嗯，不是吧？是吗？怎么觉得少了一个？41年前地球旋转速度比较快，我不知道啊。不是，哇，这个有点难啊。圆舞曲并非华尔兹，是吗？不是，这感觉比那个日本的大风好难啊。哦，我怎么知道是第几次啊？好，随便猜的，又错了。五边形的内角总和是零度，不是啊？哇，这个题目感觉比之前难很多啊！三合贝赢了，我们是超级落后。好了，哇，参加奖180,000呢，怎么这么多？好吧，也算是一个赚钱的方式吧。180,000其实超多的，我们拍一个连续剧才180,000而已。啊，题目太难了。而且超有时间压力的，超级快，根本来不及思考。好，这星期呢是音乐公司更新了。我们跟学长讲话吗？学校灵异事件，薇娅有什么话可以说？薇娅，你会先救哪一个？这个问题太好笑了吧？好，问一下学长哦。学校灵异事件，学长，现在学校凉亭还有传出灵异事件吗？感觉每个学校都会有些灵异传说。在凉亭附近，时不时会听见有人在哭泣，
前去查看却发现什么都没有。那件事啊，离毕业之后就有人证明是假的了。因为灵异传说的主因是某位男同学因为失恋而尝到凉亭痛哭，而那位失恋对象就是你这位学妹，真假的？当时在你没毕业前，他曾经要追求你，就被你哥哥派秘书口头劝离。秘书该不是陈仲轩吧？真的有这种事情，我怎么不知道呢？你对自己的哥哥有很多不了解的地方吧？这倒是，那学长为什么知道？因为学校里面大部分人我都认识，这个失恋学弟我也有接触过。在他好不容易克服心理障碍后，你却又以优异的成绩风光毕业，将脆弱心灵完全击碎。我先同情他。学长说着同情对方的话语，脸上却一点同情表情都没有，是在幸灾乐祸吗？一个人怎么可能去同情自己的敌人呢？学长又来了，趁机搞暧昧。好，那来排行程哦。我们来拍碗先，然后练口才吗？陈吴的口才有点低啊，体能有点低，先练体能好了，这样比较不容易生病。那学长呢，休息，然后拍碗先，然后学长练歌艺吗？还是要练什么？练口才好了，还是歌艺？好，练歌艺。然后我们的薇娅呢，仪态够了吗？仪态好像也差一点呢，好，薇娅练仪态哦。美姿美仪，好，这样那我们出发吧。我们去看一下那个广告，我想接的是哪家，追梦吗？还是创意？我有点忘记了，薇娅要接的那个。嗯，对，这里好，薇娅可以接了吗？可以了，太好了，全部包办。好，那么走吧，一起拍超方便，顺便同步跟随。那我们再去看一下另外一间。哎，等一下，今天唱片公司更新啊，所以搞不好有机会可以录唱片。虽然说其实我蛮想自己录制那个红花，可是数值好像不够啊，有点不够。团体的，等一下，是通告什么东西？小皮球，什么小皮球？香蕉油，满地开花，21、256、257、2829，大屁屁，大屁屁什么东西啊？这摇滚乐，歌词也太新潮了吧？姚子琪，我真怀疑电影宣传真的有效果吗？我也很怀疑啊。好，我们走了，我们玩一下。签约金什么先开拍了？广告，三个人一起拍超方便。好，那么今天晚上这里，希望大家喜欢这影片。如果喜欢，就按一个赞、分享、留言，还有不要忘记订阅收最新消息哦。感谢收看，拜拜。